you're a sky, 'cause you're a sky full of stars。 心态非常快乐的一个人，但是和伊娃认识之后呢，变得更开朗。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年轻了，开朗了，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打扮更时尚了。学习当中最勤奋 sorry， 哦、OK， 谁先说？我不对。当然，在这么多的工作。这个学习当中他也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，但是呢我的理解就是沈东遇到小的问题他一直能够 hands on， he always hands on， eventually he 能够赢得争取克服生意的困难，取得胜利，就是 hands on， he never gives up。 所以我想 maybe 他在追求伊娃的过程当中 he just hands on， he never gives up， right？